周杰伦歌唱得很好，啊，这周董之称嘛，哈、啊。然后另外林依晨是偶像的这个演戏人员啊，我对他们都非常欣赏，应该说是我是他们两位的粉丝啦，啊。那、啊、当然也包括也不是只有他们两位的，包括像姜蕙啊，甚至张飞、伍佰、五月天啊，这个我都是他们的粉丝啦，啊，都很喜欢听他们的歌。看他们表演，看他们主持节目，那作为一个粉丝，总是希望自己的偶像，啊，在代言的时候也能够注意到社会的公益，啊，因为酒精会造成健康的影响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嘛。啊，我在医院服务那么久，看了那么多的病人，都深受酒精之苦，啊，他们的健康是受到很大的影响，所以总是会希望自己的偶像，啊，在代言的时候也能够做一个选择。我想我用意是，善意的哈，并没有要冒犯他的名字。